you out of my head. Try to stray, try to forget, but the thoughts they seem to drown instead. I've always wondered what it takes to fill this empty void inside. Else has got me feeling this way. Every minute, every hour I spend is on you every single day. I've always wondered what it takes to fill this empty void insid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wanna be with you for a long time. Do ba do be do do ba do b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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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Do ba do be do do ba do b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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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Do ba do be do do.可能还是因为倒时差的原因吧，我就继续睡，睡到了隔天早上大概四五点才起来开始继续复习。但是我那一场考试进行的很顺利，所以还是蛮开心的。然后我接下来还有一场考试是在下周三，然后今天已经是星期日了。中间发生了什么呢？我就是进行了一个非常长的冬眠。从考完试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一直睡，睡到隔天，然后我就起来吃了个 burrata 还有一些葡萄，然后我就继续睡，一直睡，睡到现在。那我觉得这样子有点不太好，我就决定开始起床收拾，然后也要接着准备复习我的法语考试了。虽然这个法语考试我觉得我应该 OK， 但是还是不能过多的自信，还是要多多复习。今年24年的愿望呢，就是能继续拍视频剪视频，因为中间发生了蛮多事情的，我觉得我一忙起来我就会把 YouTube 这个事情耽搁下来。我希望我今年能够坚持下去，起码做到每周一更或者两周一更。好，就是这样子了。现在已经快要1点了，我准备煮个炒面，吃点维生素。我觉得我身体非常的缺膳食纤维。我今天还没有做一个 room tour 呢，可能会考虑在这个视频里面加入 room tour， 但前提是我还要打扫一下，因为刚回来，然后又着急着复习，我就把东西都随便乱摆乱放了。那我就去做饭啦。现在 time check 一下，已经是下午2点了，我才做好我的饭，就是我中午的饭，我炒了面，然后还有虾，还煎了个蛋 ，and then 我还有一杯咖啡。然后呢，我的房间现在有点乱，就是要洗的衣服还有床单。我今天换了新的床单，24年的新床单，但是旧的床单还没有洗，因为我刚从冬眠醒过来。然后现在我的下饭剧呢是《守护解放西》，它已经完结了，但是因为前段时间太忙，一直都没有时间去看。我现在准备把剩下的几集全部补完，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24年的其中一本手账。其实我有很多本，然后这是其中一本，准备带在身上比较方便记，因为我平常如果做手账的话会爆本，所以很难，就是说每天都带在身边。然后这本呢，就是我可以在里面记我的一些，这是之前跟朋友去拍的。
然后记一些比较琐碎的，每天需要做的一些事儿。然后现在很乱，现在很乱很乱。那我现在已经是七号了，就是B 周的最后一天，然后我希望在明天，就是第二周开始，我的生活可以恢复正常，然后时差也不要混乱，开始把该干的事情都抓紧追上。I was supposed to call Apple Care， 因为我需要给我的手机上保险，但是我前段时间打电话的时候呢，他说圣诞节放假了，伦敦那边没有人跟他们对接，然后我就只能等假期过后再给他们打电话嘛。再加上我一直在坐飞机，所以就一直没有打。就是说明天哦，他们周末也不上班，所以我明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 Apple Care， 一定要把我的手机上保险，不然的话又要发生很难过的事情。那我去年的手账呢，主要就是分三个颜色，一个就是黑色，它是我一些个人事项需要去做的，然后蓝色的话呢，就是学校的一些比如说课呀，然后有一些什么 deadline， 然后红色的话呢就是非常需要高度重视的事情，比如说最近有个什么 deadline， 然后或者是什么非常紧急的事情需要我去处理，然后我又怕自己忘了，我就会写下来。其实我在我的 calendar 里面也会写，就是大概干了什么，因为我之前就是会写在本子上，但我又觉得写在本子上我没有办法无时无刻的打开本子看，但是在手机或者电脑上面你都能看到嘛，就很方便。然后现在就分很多本手账，就是有一本 all in one， 然后有一本就是记杂事，还有做手账的就是拼贴的，就分很多本，当然也非常的耗时，就不像之前可能我每天都会抽半个小时，然后坐在那儿一直写今天的日记。今年可能会不太一样，因为从去年开始就有一点点小忙，然后也有一点懒吧，就是会到那种就是会有那种你做完了一天的事情之后你就想躺在那儿不想继续写东西了，但是日记会继续写，只是说可能没有写的那么的细致，之前都会写就是一个 page 那么长的日记，然后现在更多的就是写自己一整天的感受啊，然后给自己的一些激励的话。对，我在我的日记里面发现最多的东西就是我现在会写越来越多激励自己的话。它是有用的，因为你总是对自己说一些激励的话，就好像你对未来的生活很有希望，而且你也会更加的有信心可以去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要多说一些积极的话，然后不要去消极的看待任何一件事情，就是往好一方面想没有错，但是你也不能想得太美好，因为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就是会就是会达不到期待的那个 level 的话，你可能会很难过，所以就适当的 positive 就好了。给大家看，就是我在离开伦敦前画的，然后在此之后我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忙了，也没有机会再继续写，后面都是空白了。我现在准备把它填补到明天，填补到这周 week one。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小饼干呀？这个是蜡笔小新的小饼干。有一段时间呢我就非常疯狂的喜欢吃它，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这个很可爱的小卡，然后就会想要去收集它嘛。就当时我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堂弟他们都在吃这个饼干，然后他们也在收集这个，他们当时就给我买了很多，每次去超市都会给我带，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么的就是想要去收集这个卡片了，只是说偶尔看到它还会想要吃，就它的饼干还是蛮好吃的，那段时间几乎就是吃上火了，因为它饼干其实蛮好吃的，然后它也有好几个口味。这个盒子怎么有点难拆呀？
其实这些我都有了，就是我在家里面已经累积了这么一沓，就是挺多的，就他们多出来的都会给我一张，然后就我们都有自己收集的一套了吧。现在就是吃点饼干，虽然已经很饱了，但是因为我炒的面是辣的嘛，我就想吃一点甜甜的。准备继续写我的手账啦，因为我已经在脑子里面构想了很多要写的东西，但是前段时间一直没有写，今天想把我24年的目标全都写下来。做一个 quick room tour， 然后这个是我昨天洗的被单，还有床单。我因为没有一个可以晒他们的衣架，所以就把他们放在了两个椅子中间。然后呢，这是我的书桌，上面就有我的电脑啊，还有 switch。然后这个是我的被子，床，这是我的床，没错，它是一个double bed。然后床头柜。瑜伽垫，然后我有两个衣橱，然后这边就是会放我的白色卫衣，然后我的帽子们，然后上面是外套还有包，然后这边就是裤子啊什么的，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就是黑色的，黑色系的，然后这边呢就是我的一个桌子，一个放书的桌子，然后下面是一些杂物啊，吹风机，然后一些维生素什么的，然后这上面呢是我的小卡，我带了一张 Winter 和宁宁，然后这一张是我去九月份去看他们在伦敦的演唱会，啊，这个是妹妹送我的 Drama 兼专辑的一个海报，我就拿过来贴了，因为他送了我两套。啊，这边呢是洗手间，洗手间就不给大家看了。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些是我的 Jellycat 包包们，非常的可爱。嗨，我们现在要出门去攀岩，然后这个雪下的巨大，突然间下的很大，拍不出来，拍不出来。
什么？来换到。好了，我想起来密码了，成功锁上了。小声音来着，看一下你的手，本就粗糙的手，继续挑战，磨粉了吗？好。嗨，我们去攀岩回来了，看我的手，
是一整个破了，很痛，现在整个手都很痛。